咪就係疫情咁耐，咪咁耐咯。有咗疫情之內之後，我都冇試過見咁多人，我都有少少驚，唔係驚個疫情啊，係好耐冇見到咁多人嗰種怕醜啊！即係以前你就真係去玩啊，枕住都咁多人噶啦。而家呢個疫情之後，你發覺同人相處咧都要需要翻少少時間去適應。我的準則就是每一位夠膽來參加的呢，去盡了力呢，我都會給最高分他、啊、即是你們表演如何是不重要的，因為那些是有漫長的日子可以給你們訓練，可以給你們進步，但是最重要是你今晚呢，今天呢，夠膽有這個勇氣來，你的勇氣越大呢，我就會越給個分越高。有幾個都識㗎，小伊純啊，咩哈比長腿長腿哈比嗰啲啊，因為我之前咧做喺一七度做 live 嘅，咁我同佢哋都有啲聯繫，佢有捧過我場，我有捧過佢場㗎，我希望佢哋依幾位，希望我哋今日嘅表現好啲，我會特別關注佢哋嘅。我就唔係全部參賽者認識得好深入，但相對地就係小伊純咯，因為我真係之前睇佢好多嘅，咁佢喺個對住鏡頭好大膽啦，睇下出到嚟見到真人嘅時候，即係真人呢啲人群，佢有冇嗰個勇氣？如果有嗰個膽量嘅咧，佢幾好睇噶，我幾好睇好佢噶。我之前有玩噶，因為呢排又多其他嘅工作，咁啊暫時又停咗，咁啊遲啲得閒啲咧，我又玩翻噶啦。我嗰啲嘢唔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講嘅，我係一七分享嗰啲，因為喺一七都好問，唔好出得街嘅，何況呢度，咪都係啲愛情啊、生活啊，即係啲嗰啲東西啦。啊，努力中噶啦，即係關於所有嘅創作啊、製作啊、表演啊嗰啲啊，都努力中噶啦，因為個疫情開始轉好啦，咁世界開始轉好啦，咁啊，但係製作一樣嘢需時嘅，咁啊，俾多少少時間，好快就會有新作品同大家見面噶啦。合差合格 ，M 豪啊！超級方便啊！聽落都唔錯喎。咁但係如果冇咁多樣嘢，你咪信我幾樣嘢俾個差咧？我相信你有嘅，你唔有嘅，其他人都會送俾你啦。即係先買咗呢個先，跟住。係啦。好多顏色俾你揀之外啦，咁啊咁你屋企都需要做拍下嘢啊，影下相啊咁樣樣。係啊係啊，或者即係做直播啊嗰啲咧。係啦，咁啊佢除咗咧呢個燈之外咧，因為我之前咧我買過嘅呢、這個。你用我用緊呢、這個，我就用緊呢、這個。我真係用瘦好多喎，上邊好，即係你嘅意思係話？唔係，即係我問啊，我問題嚟嘅啫。我自己覺得。好。係啊，咁啊。咁佢哋你講曬佢哋。啊，我跟住你講啦，跟住你講啦。你咪重新講一次。